我们看视频。大家好，这次新晋级的王冠大师欧邦朱切损，这是晋级庆祝旅行吗？여보老公，그애터미교자만두좀냉동실에서꺼내와你从冰箱里掏出一下爱多美的饺子。사큼교자만두네好，这个很好吃的。오늘특별한날이라귀한분들今天是非常特别的日子，我们就邀请了非常珍贵的人。무슨일로부른거지就是不知道那个知情的情况下来到的各位。근데여기가어디야景观这么好，这里是什么地方呢？你好，这是妹妹，亲妹妹。你来的真好。两位是家属，一位是朋友。走上这一路，他们的帮助是非常重要的。晋级了之后，我就是想起了以前经历过的事情。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合你们的胃口。네조합보니까고마워서부르는게아니라这个많이썩인1 2 3같은데这个三个人是不是让你焦心的，让你焦虑的？第一次来的时候呢，我就不太习惯拒绝。然后呢，有一天我跟他说：“你不要再来了。”以前是非常让我焦虑的一个对象，但是现在是幸福的，让我找到幸福的那个存在。我以前送给他一个化妆品，但是过了一个星期之后，他包装也没打开。但是最受苦的就是家属，因为家属就是逃避了跟我相处的，然后拉黑了好多的家属，现在上来是非常笨蛋的愚蠢的事情。开始爱多美之后呢，以前呢，我就赚到生活费也是挺难的。然后我姐姐呢，我姐姐跟我说卖出去自己的房子。当时呢，我是非常有渴望的。当时我就知道了自己没做无法拿到成功，然后呢我也是这样了。我跟他说你不要再来，然后过了两个月之后呢他再来，然后那个时候发现了他的穿的是不一样了。如果我跟随着他我也会取得成功的。所以呢我就改变了我的职业。现在看来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刚开始的一年两年的时间呢他就是非常糟糕的，就是像疯狂般的做了爱多美。
当时他为了成功一直奔波了，所以顾不到健康，然后他咳嗽的比较多，我跟他你去医院好不好，然后有一天发现肺部有问题，所以住院了。那个时候我就是很伤心的，我为我的姐姐做出的事情一点也没有。当时我非常伤心的，非常难受的。但是呢，当时我最担心的就是我的伙伴，所以呢，我就不跟我的伙伴说了。我们每次遇到碰到什么艰难的时候，你们作为一个支撑了，所以呢，我非常感谢，这是我们的小小的礼物。这是我送给你的皮鞋。现在呢，就回顾一下自己，就是梅花呢，在寒甜的季节放开花朵，我每次都支持你，团长，你是。可以传给温暖的香气的人。现在呢，我非常感谢我的推荐人和伙伴，就是我要成全大家能够达成这个位置。就走上这个位置并不是仅靠我的能力，就是我的伙伴和推荐人都是帮助的结果。我们先看视频。我们有请了서수민大师，大家好。这个摄影场所是非常特别的，你邀请我们。这里是双拿，四楼是爱多美的中心。这个楼是非常规模。非常大的，2000年我购买了这个土地，然后修建了这个楼。我第一次做了桑拿，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收益是非常多，但是呢24个小时经营，所以我就是消磨了好多的健康。然后我的亲朋好友推荐给我环丽银，环丽银之后呢，你喝了环丽银之后呢，有信心了吗？有掌握了吗？然后我去了成功学院之后呢，我就听到了会长先生的话，做桑拿的时候我成功了，我一个人的成功，但是爱多美上我成功了，就带动很多人的成功，所以呢我开始了。刚开始的时候有没有家属的反对？因为你之前的那个赚钱也是挺多的，反对呀、当时也是很好的。我的老公说，你为什么这样做？早上7点8点去，然后晚上10点11点归，就是要开长途的，所以是我很担心的。然后做爱多美的时候，一定要关注自己的健康。然后既然是开始了，就我担心的就是健康。如果你当时不做爱多美的话，怎么了？现在呢，疫情已经延续了2年，
现在一个月就是欠了1000万韩币。如果我没做爱多美的话，我就倒闭了。选择爱多美，然后晋级为王冠大师。这个最大的动力是什么？我站在这里得益于我的伙伴，仅靠我一个人的能力。就不能的，一个人的能力只不过是5%和10%。我的推荐人呢，从日本过来的，然后呢，他刚生了孩子，然后呢，我看了他就。打动了我的心情，如果他做到我做不到的话，我不是人。你晋级了之后向伙伴们提供了一个礼物，我也收到了一套衣服然后呢，我太感动了。这个是法国制的西装，所以做经营的时候非常常用的。我刚开始的时候呢，要去出差的时候因为当时的我是非常艰难的，当时他给我一个信用卡说你用吧，虽然是有意向，但是实际行动起来是比较难的。但是呢，最重要的就是同步成长，所以呢，我就是行动起来。那么就是实现同步增长的你提出一个问题，爱多美就发布每年包含公司的那个方向的一个句子是什么？日新又日新。稍等一下，日新又日新。자과연정답이맞을까요？네，정답입니다。回答正确。이따가3억을선물로드릴건데，以后呢，在成功学院直接给你赠送3亿奖金。在爱多美就改变成崭新的，您的以后目标是什么？我就是成全我的伙伴们都走上君王大师，这个目标是我最追求的。今天的感受怎么样？今天非常高兴的，非常幸福的，谢谢。齐心协力，我们一起走上顶峰，东晋王冠大师的主人公。有请在现场的各位嘉宾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一下。好，太美丽了，太帅气了。现在颁发晋级的晋级杯，您是真爱灵魂对顾客深情的爱情和关怀，发挥了优质的领导力，就达成了军营的生活目标，成为王冠大师。赋予盖成碑，2022年3月18日，爱多美会长朴韩吉。恭喜你啦！进行颁奖仪式。首先合影留念。颁奖仪式。姓名。서수님，恭喜你啦！진심어린축하와함께。我们诚挚的
祝贺您的晋级，就是高举一下你的奖杯。好，奖杯。好的，拿一下鲜花。我们合影留念。首先，合影留念，恭喜你了。那现在大家都期待的晋级奖励现金3亿元赠送仪式现在开始，现金3亿元走上舞台。好，这个非常重的，所以走上舞台需要一定的时间。那么我们一起프로모션이오픈되겠습니다打开一下这个装三亿现金的箱子。哇，好。네최초의회장님께서약속하셨好，这个会长先生承诺的是都是以10000元纸币来准备了。好，各位恭喜各位了，我们合影留念。大喊爱多美，一二三，爱多美。好，非常精彩的，迎来非常荣幸的时刻的，祝这次和欧棒王冠大师的感恩，我们先听一听。大家好，新晋王冠大师周七孙欧棒。首先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就像我的推荐人和伙伴们，还有我们的会长先生朴韩杰会长先生，还有我们总公司的员工表示诚挚的感谢。我最近呢太高兴了，所以睡着的时候也是叫醒。以前我反对的时候，我的老婆抛弃的话，没有今天没有如今的我，就是见到了爱多美的愿景，不抛弃的老婆，我每天感谢，我太感谢了，所以呢我像公主般伺候我的老婆，所有的事情家务都是由我来做。在爱多美成功的反对是抛弃，所以呢我们一起喊一下，不要抛弃，三次好吗？我先唱，不要抛弃，不要抛弃，不要抛弃。네감사합니다。好，谢谢여러분，各位伙伴们，不要，千万不要抛弃，然后尝试一下这么甜、这么甜的、这么香的成功的味道。那么，负责我生活的我的老婆，你来接受我的麦克风。好，这是这个舞台是我梦寐以求的，以前没有，我的老公没有给我求婚的，但是这样求婚那样的，亏着给我把麦克风转给我，
所以我非常高兴的，我的老公呢，现在呢，非常感谢我的，但是我刚开始的时候，他多么反对，我出席了成功学院之后呢，我跟他说，我负责你的晚年生活，我的老公说，鹿晗说，你被洗了脑了，你看看，这不是乱说的，成为了现实。 会长先生说了，爱多美就保障你们的晚年生活一个月，通过系统收入能赚到3000到5000万韩币。那个时候我也是不敢相信的，但是现在怎么样呢？我现在实际拿到这笔钱，我也不能相信的，因为。 年龄超过50的全职妈妈，只是通过爱多美这个工具，就过上梦想般的生活，没有能力，没有精力，没有什么金钱，任何人都在系统这个里面上不懈努力的话。 能取得成功，能成为富饶的生活。当然，有些人说现在的生活还可以，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的未来？我们之前没有预料到疫情的爆发，也是没有预料到在外国发生战争，就影响到经济。所以呢，没有人知道我们的未来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认为爱多美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需要的一个工具。你就相信现在看到的这个这一切，选择就是能力。你的选择就决定你的终身。13年之前，如果我不选择了这个爱多美的话，我。 我就不敢想象的，但是我之所以选择了爱多美，我就过上了这么精彩的人生，过上了这么精彩的老年生活。我和大家就遇见了同样的工具，但是这个工具是对一些人成为成功的工具，但是对一些人是略过的。 没有什么，大作用的工具，希望大家都做好明智的选择。爱多美这个平台已经做好了成功的所有准备，我相信大家都搭乘爱多美的成功列车，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搭乘是本人的决心。 在爱多美的成功列车离开之前，大家都搭乘一下，走上顶峰。我们在顶峰再见面。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新晋王冠大师서수님。 你刚刚看到视频，我是经营24个小时桑拿。刚开始的时候，一个月就赚到了1亿韩币，生意非常好。但是周边游了金正对手，然后疫情爆发之后，每月的赤字规模达到1000万元和3000万元，然后我决定卖出去这个楼房。 然后就卖不出去。如果就碰到这个情况的话，很焦虑吧。但是现在我是可以的，不错的，因为为什么呢？是爱多美。
在疫情的危机当中，每月就能拿到稳定的工资。我以前都经营24个桑拿，没去过什么旅行，但是现在呢，我就享受自由的人生。如果我不做爱多美，一直做桑拿事业的话，我的人生走上什么样的路呢？我觉得选择爱多美是对我的人生来说是非常好的转点。在疫情这个全球危机当中，能拿到这个结果就是只有爱多美。20年之前我修建这个桑拿的楼房的时候投入了36亿，爱多美呢没有什么进入费，没有什么维持费，无限阶段的、所以呢，在怎样的危机当中，爱多美这个工具是能够成为富翁。我再次感谢帮助我的推荐人和我所爱的伙伴们。有话说血浓于水，但是我把这话在爱多美水浓于血，因为我们每天在中汇集在中心聊天自己的梦想，为了目标齐心协力，我们的关系像家人一样非常有纽带的。然后我就晋级为王冠大师这个位置。刚生了孩子，但是还做爱多美的伙伴，一个一个的故事让我流下眼泪。所以呢，我的目标是所有伙伴们成全所有伙伴们达到。成为一个大师，然后我的目标是我的这个桑拿楼房改变成为爱多美的绿洲中心，代表家人就阻断贫穷代际传送的人，没有什么东西，所以连抱有梦想都不能做的人，这些人都是透过爱多美能够拿到梦想和希望。我要打造一个绿洲般的空间。所以呢，请大家不要安于现状，就跟我们一起过上一个美好的人生。谢谢大家。